有他，出我们以外，他非他莫属。我不是团宠，人气很高啊他。他很多意见，我很多意见。其实我还好，我就是只是你闭嘴，等一下我来讲。在公司的时候是，我是他的小宝贝，我是他的小宝贝。然后来这里，然后来这里就是变成了很多人都是他的小宝贝。没有，林超则突然就变成林超了。没有。去便利店也去跟人家一起去，练歌也跟人家一起练，练舞也跟人家一起练。我说你是昆音的吗？你是不是昆音的？不要拉我。不是，我也觉得跟他不太熟。讲实话是真的，那个就是关系真的还蛮好的，因为每天两点一线，宿舍公司两头跑，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一起。每天看那几张老脸，对，就是看腻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平时减肥的人最大遇到的问题，其实不是真的想吃，是因为也是真的想吃啊，就是因为你会幻想那个东西放在嘴里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只要一想呢，你就会，你知道他可以把一盒盒饭吃成一种就是很高级的感觉，就幻想自己在吃一些有的没的那些啊，今天吃的是一个，比如说配个汤，就是觉得自己的傻逼了这样子。